Coach 回应刘文解约，表示不会向刘文索赔。8月17日上午，王富 Coach 回应刘文解约一事， Coach 表示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，对他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，并不会向刘文索赔。爆料中称， Coach 将尊重代言人刘文终止合作的决定，并为此事对他造成的困扰表示歉意，同时强调 Coach 从未考虑过，将来也不会对刘文提出任何索赔要求，双方将共同妥善处理后续事宜。近日，诸多国际知名品牌接连涉嫌辱华，热销轻奢品牌 Coach 及某款 T 恤上，北京和上海后面都跟有中国，在香港和澳门则是独立的一个板块，并未在其后加上中国 China 字样，而在台北 Taipei 后面却直接加上了台湾 Taiwan， 并与中国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国家名称并列，